哦，滴到眼睛里了，干！很容易吃到没有塑胶袋的。他迷混呢，你的果冻好大哦。那个蛋的滑度，那个嫩度，是不是？靠背呀。Take me to the bay. I wanna watch as all my thoughts are carried in the waves. Lift me to the sun. I see the world upon your shoulders like when I was young. 我不知道哎。一路缓上，哦，东边西送，你看，漂亮，这个景色，好多人啊！我觉得今天天池会爆哎、欸，会啊，吃饭吃饭。当空调买了，看，听到了，等一下再去啊。到了，我录一录下来了。真的，比较小，赛子比较小，赛子比较小，我刚才听到的。什么鬼？然后越讲越奇怪。你说那是蚂蟥还是什么？蚂蟥。哦，小小的，哎呦，吹掉。那我追去哪里了？你追到许廷宇身上吧。哦，在哪里？我再把它追掉。我包包后面了。有哎，帮我吹，帮你吹。哎，我太丑了。太丑了。哎，这，等一下，这是满的吧？哦，这手上就没，而且两里面里屋里外都有，里外都有。哦，那这个地方以后真的不要放东西，这边。你帮他用那个袋子拉着，哦，好的。哦，还外面还有一条，把它放在肚子那边啊，我觉得真的七天后，你的肚子就消了。好了，好。出发，拜拜，待会见。你们还要休息啊？我们吃完再，我们才刚到，我们刚到。我们不是一起拍照吗？你们要继续跟他聊，因为他刚刚从头到尾都愁眉苦脸，他现在我看到他第一次笑。你怎么会累？你不是最轻的吗？体重最轻、好像也是啦，但是包包最重。情不自禁的帮他拍了一下。对。哦。哦。过去大概多久啊？没多久，没有了。我说过去看瀑布呢。没多久，也是很近、啊。瀑布都看得到，你要多远、啊？哦，好。从那边下溪谷。好。对啊。窜啊！冲开，冲开泳裤带啊！好漂亮的，超漂亮的。那溪溪拢长尾哦。哎，我先去。是啊。那就赶紧去喽。应该到一个鬼娘。先瞄一下。呼呼，胖哥来了，辛苦你们了。我们同时到达了。
不用不用，我可以有所夹。哦哦，教练帮我们两个拿外套，谢谢。好。哇，好美。躲风躲雨的两位，这边超美的，这个好棒哦，这个风景一定要来拍。只是会蛮凉的，然后风很大，因为又湿又冷。没有这么的快暮色，它现在又更像那个日式的那个小屋了。它也不小了，它蛮大的。上次来颜色没有这么的深，比较上个月他们才刚整理好，所以你现在住的是新的。到了，违规了两年又来了。哦，豆拜，你好。鸭子哥，终于到了。一到六号，你们进去就他们都在里面。啊，1202，哎，楼下。哦，一到六，这是住，这是我们床吗？床。家里我们都有床位。没有没有没有，全部只有十位而已。只有哦，所以我们是1到6，1202，1到6。你们少龙在那边。谢谢鸭子哥。哦，你们有床。天啊，你知道大概几点会出来水路？大概五点多，5:30这样就出来。五点多，五点。不太一样，因为古路池白石池那边比较开阔吼。对。它会稍微晚一点点。哦。像那个古路池那边，它旁边有树林，它就会比较早。哦。4点、3点半。为什么它会比较早、比较晚？它会。都躲在树林里面了。哦。它在白石池，它树林离得比较远，它要走上来比较远。然后你说还会磨。过来见客嘛，它走比较久才上得来。啊、哦，所以屯路池、白石池都会有，都会有。哦，好、啊。其实我们明天大路池就有了啦。真的啊？对，只是大路池因为那个地形比较崎岖，你大概比较不容易看到。看到它，大路池就有了。就看到可能就是几只这样子，看到啊人多嘛，因为我们可能会住比较集中，所以它吓到就跑掉。哦，它其实也会蛮怕的。对。啊，最这边人，它越过去以后就开始越来越不怕了。它最主要是很。是吃人类的尿的盐分吗？其实它正常的食物是吃箭竹。哦，是吃箭竹。正常的食物啦。嗯哼。然后说，因为动物、哺乳动物都需要盐分嘛。对对对。啊，所以你只要有你的那个盐分制造机，你才能掏出来。一掏出来。小龙，小龙笑成这样。他知道会。会被黄标，真的不怕被黄标哎。没关系，为了大家都不怕。对，而他会去舔我们上厕所的地方。他不是想要吹喇叭，是想吃盐巴。哎，还有押韵呢。对，双押。拿进来，好哦。哦。好，背包放这里，这里。可以帮我照明吗？楼下。哦，都楼下，我们都住楼下。然后。脚脚被占了。这里是那个停雨。停雨。哦。你坐在旁边好了。好。啊，你说这个是放东西的，这边一人一格。
哦，这么好啊！蛮大，再放你的背包，下面放你的那个。放鞋子哦。那我自己，哎，下面的鞋子。就两鞋子等下两个人。要两个人一个，那就放最外面。海云有那么好吗？没有，没有。这个住过海云，看来这个我觉得。哦，真的，这边最好。还有这个海云没有每天自己的住屋条件。哦，是啊。有一个，但是没有到那么大。嗯，还可以放鞋子，这边还可以放上面的。然后有软垫，软垫超软，软垫超软，哎，是软的，哎，这样也不用充气啦，哦，充气好了，对，还是有，哦，他们还是有，对耶，我也是有，我已经懒得充了，这个就可以了啦，没有，我枕头是连着一起，哦，对啊，在做素食的呢，一人一个，钟汉哥，我去找他一下好了，哟。没关系啊，我睡床位哦。好大哦！我原本是想要铺两次，结果我觉得太重了。这个应该是我睡旁边好了。我哎，可以拉开看一下吗？很大哎，大超大的，超大的，超大哦！哦，这个五个，这个比我上次的大，四个，那个时候是哎，很大，四个。不是瑞士的话应该可以三个只有瑞士版只有三个，不然你看有没有那个你空杯子到过去一定会比较不用闻牙齿强哎，等一下这样你牙缝是不是有点大重点是不是有点烫祝你生日快乐立马吃，看看好不好吃。醒了，看起来是醒了，要吹蜡烛了吗？有需要伸手一下吗？这个正在录哦。双层生日蛋糕哦，没去那个蛋。哎，哦，好，这个很好吃。长来切给你们用。对啊。哦，好好哦。前提是我没有女朋友。这要切给你的女伴。你现在要就是要旁边打小字条的意思，对不对？就是陈真。啊，对，这里会有他的手机号码，手机号码，还有 LINE 的 ID 哦。杨先生。然后再把他桃山那个墨镜照片放上去，有没有？算。啊，我们可以吃了吗？寿星先吃。哎，你还没有许愿啊？啊，对，你要许愿啊。许愿希望能搞好天气。耶！哎，该许完了。啊，还有两个，还有两个。啊，身体健康，大家身体健康。好啊。啊，一个你自己默默许。好，许完。啊，你们有了。讲了就不能讲，讲了就没有办法。啊，是。哎呦，红豆。可以开打。哦，这个红豆有。看照片什么时候的？点餐，谢谢。大家一起去跑操喽！对，我们一起去跑操喽！大家一起去跑操。有人说去带头，然后他叫我去放被动气球，我就去跑操。上去了，不用回去了。这里有急诊医师啊，对啊，还两个。哇，把你外套给洗都改给出来啊！哦，现在就像是砧板上的肉。专业哦，还好，因为蹲医生，我是还好，但是很痒。对，今天还没有那么那个。哎，没有声音，可能感觉浪费我的电。好，我一个叫一下。交给他餐巾纸，当然是要拿袜子给他咬啊。打灯。用起来就哎。这个是鼻孔啦。一个酸爽的表情。好，开始。风吹的。你们真的很坏耶！